is actively going out against the Federal Reserve and these governmental balances. And they're taking the opposite side. They're short the treasury market. They're very aggressive and active in communicating that. And they're also going up against the asset management industry. The asset management industry is telling clients, extend duration, go long duration right here. So that's a battle that I think has to be resolved in one way or the other. It might be parabolic in its nature by the end of the year, but it's clear hedge funds and speculators, they are short, they're on the other side. Yeah. And don't quite like that. It's always been the they're actually fighting. 大家好，今天是星期一，8月14号。今天这个市场，给大家讲讲。这个目前呢，这个市场呢，大概是一个多礼拜啊，是这个一个多礼拜以来啊，就是从8月1开始以来啊，这个纳斯达克指数呢。通过猛涨以后啊，那就我搞个屏幕给你看啊。通过猛涨以后呢，涨了几个月了。哎，慢点。通过猛涨以后呢，这个月初就开始调整，对吧？这个纳斯达克呢，这个是美国的这个500强指数 SPY，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SPY 这个图，这是每天的图，大家一看就知道，大多数情况下，这个每一天的这个蜡烛图啊，它这个强度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就是我们讲的1%这个概念。这个市场呢，从今年初年初啊，就是说到现在为止，涨了非常厉害，就是这个是375到460，对吧？这个幅度是很大的。到了8月份的时候呢。这个市场就到了这个，应该是说比较顶峰了，对吧？从8月初呢，就一路路调整，道琼指数呢，这个道琼指数不是纳斯达克指数啊，我讲错了，就纳斯达克指数呢，就这个 QQQ 啊，就掉下来。快7%，它这个3倍指数呢，就掉了20%，从47掉到37，你看到没有？47掉到37，这是每天的图。这个市场呢？因为连续不断的掉了差不多2个礼拜了，所以今天呢是休息，就是停，对吧？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就要从做交易的角度讲，我们叫短这个日超啊，或者是短超，这个掉呢，就是这2个礼拜呢是掉得很猛的。就是这个极端的情况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买进的话，今天如果买进的话呢，那抢个反弹，这个是抢个反弹，可以的。你看这样，你看，讲讲今天的市场，对吧？来点实实在在的。我说今天的市场呢，你看这个半导体呢，它掉最早的时候，今天掉到21块，从29掉到21块，这个3倍指数，这是掉的非常猛的。
就是从我们就是做市场的人来讲呢，它就叫做市场跌到了极端的情况，这个一定要反弹的，因为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做空的人太多了，对吧？或者是瞎子的也瞎的跑了，啊，该走的人就走了。今天这个半导体这个三倍指数呢，有10%的这个波动，你看没有？这刚才是掉到21块，现在是，你看21块，现在掉涨到22.5块了，将近。今天这个，你看今天这个，今天是第一个波动，你看。你看我讲的这个每天的图，你看那是 QQQ， 你看没有？我说1%它是有理论根据的，它基本上波动幅度是在1%这个里面，所以呢，你要按照这个波动，就是。在这个熊市哈，就是牛市的情况下，牛市的情况下，你是反正是掉下来你就买，掉下来买你肯定没错。这个叫，当然我们现在不能叫熊市，在这个情况呢，刚调整的时候呢，你它一涨上来你就卖，涨上来就卖，就没有问题。但是今天呢是一个关键时候，就是我们可以说是转折点，对吧？但是这个月呢，它不是一个好的买进的时候，所以呢，涨上来呢就得卖，对吧？当然我们讲了一个呢，你要看小时卖或者是按天卖。假如今天这个市场，今天这个纳斯达克指数呢，开始早上还是掉的，对吧？你看早上是掉的，现在呢就涨了1%了。你看纳斯达克指数是早上是。掉了364，那365这个下面，现在涨到368.9了，啊不，369了，开始涨了1%多，所以呢，做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你做1%就是非常好，你每天就是按照1%去做，就是目标是1%，对吧？我就每个礼拜也是1%。如果你要按照这个 SPY 这个指数啊，或者 QQQ 这个指数，在这样一个范围里面去做呢，那就是非常非常稳的。如果你要按照这个指数呢，它有很多衍生物，有1倍的指数啊。哦，有1倍的指数，也有2-3倍的指数，也有。20倍的指数，有50倍的这个指数，对吧？还有100倍的、1000倍的，这个一天的波动，就是这个纳斯达克指数呢，它一天呢，今天是波动是1%，它有些指数呢，就是这个同样的指数有3倍的，就3%，然后呢，期货呢，它是这个东西的20倍杠杆。所以呢，它今天呢就波动就20%。如果是期权，那又不一样。期权呢，一天如果是1%的波动呢，很多期权它就有它一天的期权就有500%的最高的波动。如果啊，你要在现场呢，我就可以做讲给你听，做给你看，对吧？这个呢是你看我给你讲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哈，刚才讲的是 QQQ， 这个是 QQQ， 今天的波动是1%，然后呢，这个 QQQ 的这个期货呢是叫 NQ， 对吧 ？NQ 呢，这个 NQ 呢就是20倍的指数，你看。如果是1%的波动，它就涨20%，啊，掉1%就是掉20%。这个，那同样这个东西呢，就像我们讲那个指数那个 TQQ， 假如说今天 TQQ， 当然我们刚才讲了 TQQ 今天没有涨，是1%，对吧？那1%就是3，就是 TQQ。这个半导体的 SOXL。半导体三倍指数，你看它这个指数啊，
你看它这个，你大家看这个，这个指数的这个今天涨了百分之差不多百分之，你看这个今天涨6%，最高的从最低的地方开始还掉的2%，然后呢，你看它这个。你看这个波动的啊，我给你看看这个有，你看它这个6%的话，这个期权呢，你看它这有涨多少？这是一天的期权，你看最高的是涨百分之，你看90%、80%，这个掉的话呢，你看掉60%、70%，你看这个，这个指数，你看今天这个东西的波动不是很大，但有时一看起来这个东西可能买的人少啊，这一天呢。就是百分之几百，就是这个正是，对吧？所以呢，这个指数呢，它第一，它的波动幅度可以选择；第二，可以控制；第三呢，它的交易量大，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对吧？所以呢。不要研究很多东西，只要研究这个指数的波动幅度和方向，对吧？就可以赚到钱，或者是很多钱，好吧？我今天给你简单的讲了这个，如果你有空呢，就到我们办公室来啊，当面聊，特别有意思，保你啊能够赚到钱。谢谢大家哈，有空我就给你大家讲讲，那么啊，就是怎么样赚钱，因为在北美嘛，通过金融市场赚钱是最安全可靠的，对吧？当然了，方法要正确，大家都不要忘掉点赞啊！你要点赞，这个我们才有力量啊，给大家多讲。然后呢，有信息的时候可以及时啊告诉你，要首先是订阅，还要点赞讲得好，哈哈哈。